那我们东华大学艺创系毕业制作团队 Orange 的火舞公园浴火重生即将开始。成，当我们每一个人诞生之后，都会从照顾自己的人那边，不论是父母、家长，就是父母，然后那边的亲人、师长，我们都会接收到许多的讯息，这是一种传承的过程。然后等到我们累积足够的能量之后，我们就会离开原先的生活圈，然后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上面。但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，就会遇到很多的志同道合的伙伴，还有朋友。我们会一起奋斗，一起走下去，过完我们的人生。那我们第一场总共会有三支的舞马，分别是传承、启程与伙伴。
当我们人在一生中长时间做一件事，若是一成不变，那一直一直做下去的话，我们总会感到疲倦的，甚至会开始思考，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要继续做这件事，继续做下去。那我们第二场也一样是有三支的舞马，分别是茫然、迷失还有帮助。那接下来是我们第四场的表演。我们第四场的表演的音乐主要是以小提琴衬托我们漫长的忧伤感，然后去表达出一种主角在人生旅途中感到茫然的心情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。
最可怕的是，我们对生活失去热情，只是麻木不仁地过着一成不变的人生，像是在学。最纯粹、最单纯的音乐去做情感的表达，然后这也是传达了我们回到音乐的初衷的。